I have the tools for the job. 哎呦，鱼人，鱼人。 哎呦，他有注意到吗？ 这个对面的 P1 是潘朵拉迪亚，是一个伊泽瑞尔的高手啊，就是基本上我看他都只玩伊泽瑞尔，不过也没有用啊，遇到我神之凯特琳一样是 A 到歪头啊，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啊，一定是 A 到歪头啊。 Want to see a hat trick? Oh, 上面已经一阵激战了。 哦， 在草丛里面加倍暴击，啊 ，A 到歪头 ，A 到歪头，草丛里面加倍暴击。 So many bad guys, so little time. I love that chip. Oh, be Q'd. Oh. Me? Miss? No. Why am I dying? I keep being touched. Touch, touch, then explode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Time for a shakedown. Up for a showdown. Let's investigate. 啊，龟好，看他出了什么，我直接出眼石啊！我操，直接出眼石！其实我以为他是跳潜，因为感觉出跳潜好像比眼石还好。因为出眼石的话是布置视野啊。啊，这个伊德瑞也是出一个水滴啊。
I have the tools for the job. Oh!我看，我刚看到吸血鬼权杖，我吓到啊！这什么吸血鬼权杖啊？长得有点帅啊，这吸血鬼权杖。 我刚刚还不敢点呢、啊，我说这什么东西啊？吸血鬼钱杖怎么变那么帅啊？没办法，买不起十字镐啊，然后先买吸血鬼钱杖。反正射魂是机器人啊，也不会回血。哎，你们要干嘛？哈哈，几个是白痴是不是啊？这怎么可能吃得掉？等他们吃多一点，等他们吃多一点。好，差不多了，一个 Q。 啊，铁头硬吃吃不掉，继续。哎呦！他们怎么都冲过去了？ 怎么可能吃得掉嘛？没有亲眼，一条龙5000多滴血，5000多滴血是好几个，怎么可能清得掉？想太多了。我感觉，我怎么比较像 SERP 啊，15，然后 SERP 三零二。啊，回来了。杀到歪头了。杰西！啊，杰西！啊，杰西！ 好，那我死定了。啊！夹子没放到。 剩一滴血，早上继续吃兵了，跟那几个二货在那边冲。Hot on the trail.
Right. 'Wanna see a hat trick?感觉被尾刀，就是这样用黄金飞拳尾刀。这个你要 carry 吗？你不让头给哥，哥怎么 carry？ 就是这样用黄金飞拳尾刀啊！我都已经 Q 到了。 你不让哥点人头，哥怎么神 carry？ 哥怎么点歪对面？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Me? Miss? Not by a long shot. The 像这个不让头就没关系啊，因为本来就是我就是一个狙击枪先开啊。刚刚那个不让头一个黄金飞拳把他敲死，我要怎么 carry？ 我现在六个助攻，全场助攻跟伊芙琳一样多，我是要 carry 个毛？ Time for a shoot, Dad. Ha! 然后一直围我的兵，你要 carry 吗？摸死，摸死，什么摸死？每次听到觉得很奇怪，什么叫摸死？ 然后自己一个人玩自己的。 不跟好我这个神 AD， 你跟着哥就 carry 了，旁边好好的辅助哥，让哥各种点歪对面，哟，武术鞋跟一个眼石，然后各种买红眼，哎，怎么又403的 sup？ 好，你好意思，干脆你来玩 AD 好啦。 哎呦呦，神啊！我也不到半只兵啊！ 一堆，你不要看这个机器人啊，他肯定可以 shut down 的啊！哇，这一堆技能啊，击在一个 sub 的头上啊，摁个大招啊！
因为他其实可以削到哪四个头啊，很多钱的啊。吓到没拉到都想都要飞啊！哎呦，闪现好凶哦！哇操！你给这边点面子啊！哇操，好凶哦！队友死光光啊！被菲斯一个，被菲斯一个耍的完。Want to see a hat trick？ 好硬哦，大木，完全 A 不通。我的雷，我 CS 154，对面的 EZ 才120而已啊，压成智障啊！没有割各种点 ，EZ 被压成智障。各种神点啊！被电死，而且我有多少次兵被电死我都不想说了。他29 CS 啊，炮哥的智商压制啊，疯狂亮灯，直接冲过去了。好，一个神拉过来喽，宝贝，见。哇操嘞！我们全吃对面一套 AOE 啊！放根扎克。
我操！求你大五个人哦！好、哦、了，大四个，没大三个。哇操！对面的 AOE 有点强哎、欸，刚那个阿木配球女这个双大，再配那个菲斯，有点凶哎、欸！哇操！对面三个精英的是不是？ Headshot. 我们对这边都是一堆渣、啊，扎克也是被屌压。然后我们 Mistake 指挥了我们破中塔，破中塔不是那么好破啊！这边死了一个阿姆，还有索娜跟那个球女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伊芙琳又发癫了，他怎么死的？伊芙琳又怎么了？他到底怎么了？然后米塞打了，操！哇 ，B B Q 啊！哇！我怎么死的？哇操！求你又大，索纳一个闪大，我能不死啊？我不是神，这么多大，我能不死？你要问的是伊芙琳跟杰西怎么死的、啊？这个已经摸到中塔了，然后血都不够了，他们还在前面玩，扯到我头上干嘛？他们要玩的。哎，巴龙怎么没了？我操，巴龙怎么被吃啊？哦，然后全队已经被杀爆了，菲斯已经跟神一样。一堆废物，我来拿蓝，我 carry， 一堆垃圾啊。
Let's investigate. Time for a shakedown. See a hat trick. 这个下路玩的再好也没用啊，那EZ被我们压成智障，这边一个飞刺就把我们。 这飞刺有够痛的。 这个宝物姐啊！我操你的嘞，装备那么好，这怎么打十杀？Miss, <音>好，这次有光盾跟闪现，就这一次啦，一波，我要点爆对面所有人。 感觉这场就稳输啊！而且贝斯什么时候那么多头的我都不知道啊，就是反正队友就各种送啊。哦，God like，贝斯现在就跟神一样啊。 冰霜护甲怎么改成这个鬼样子？ 这边团战扯到破表啊！输了。 这场有谁有明显的失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队友都很会送啊，一个 jungle 90，一个中路70啊。
两个废物。就你啊，根本丁特，操你的！你去跟一个14个头的贝斯打、啊，妈的 WQ 一下就这么四分之三，怎么打、啊？那阿姆进来定一下，那贝斯戳我一下，我开光盾闪现就死了，打个屁啊！碰到歪头。